克的新工作电脑来了，看看待会儿他上楼是什么表情。你的表情没有很激动吗？你也不激动，那不是我的，那是给的。嚯、哦，怎么样？今天到了这个地方过来玩，这是一个靶场，野外的蜡种。这边呢有一个人在门口检查大家的预约，就是如果没有预约的话不让进来。拿一枚子弹，然后留下这个洞，两只手，两只手，真的，然后把子弹放进去，十发子弹，我不要十发，啊，随便你发，一发，对，按进去，好了，我不要了，嗯，我害怕，我真的觉得声音太大，我，然后呢？然后把枪拿起来。这对一手扳手，另一手是握住扳机。对啊。然后现在呢，需要按一个特别恐怖的键，按这个键。然后呢，我摁了这个以后，然后呢？然后就可以打。那我怎么对准呢？等一下再摁。10 seconds later。不想打了，手酸。太恐怖了。我觉得好像。放枪的人比旁观的人听起来声音要大，个人感觉呢，就是手枪比较容易克服心理障碍，因为手枪主要是离我的耳朵比较远，小哥哥的那个枪我要这样子贴着，基本上那个弹壳就差不多在我脸旁边炸开的那种感觉，我觉得特别好看。花开了，好漂亮呀，今天天气也很棒。周六的晚上，小哥哥正在剪片子，我们在吃樱桃，看我的黄色水杯，黄黄的小哥哥，黄黄的灯光。今天一大早我们又来到了超市，一大早超市的人还不是很多，然后大家每个人都戴着口罩，都戴着口罩，有自制的口罩，有 N95， 也有普通的围巾，那边有个大哥戴的围巾，买了一些水果杏儿。杏儿、桃子，还有大量的鸡蛋、豆腐，还有鸡汤。虽然这次看到鸡骨汤、鸡腿肉，美国再也不缺卫生纸了。看这么大量的卫生纸，赶紧买一箱。Many hours later， 在看《创造营2020》，最近小哥哥迷上了妹妹们，无法自拔。小哥哥，你喜欢哪个妹妹？喜欢刘些宁，其次王一瑾，再次江真宇。我怎么记得我还有一个呢？心里很多妹妹们嘛。啊，许潇涵。哎呀，对的，敬业的小姐姐在拍录视频。我们没有滑轨，看一下我们在用什么。人造乐高滑轨。来，我们的葱。和大家打个招呼。哈喽大家，今天是一个周六，给大家看一下今天天气超级棒，万里无云，是一个非常非常适合出门踏青的日子。看我们现在就像这些植物一样失去了生机，
因为我们一天到晚待在家里面实在太无聊了，然后今天天气这么棒，我们却无法出门。我们最近种的香菜不知道为什么一直都没有发芽，一个芽都没有，但是呢我们种的薄荷好像发芽了，给大家看看，看这里有个小的丢丢。Hello 大家，今天我们要做包子。今天我们要做包子，先说一下我们要用什么面粉，然后这是温水，这里面是酵母，然后一个电子秤，一个大的碗，这个用来和面。现在开始倒进150毫升的水，先放酵母吧，搅拌一下，把酵母化开。称750克的面粉，先一大勺放进去，嘿，这是152克。疯狂的搅拌，哎，把这个拿走，你给我滚。是这种碎碎的，我觉得应该对的吧，给大家看一下，是这种感觉，然后把它捏一捏就好了，看看看，捏起来它就是碎碎的感觉，我似乎有点预感到要翻车，根本揉不在一起啊。要不请教一下场外观众，喂，和面呢，和不好，哎，和的乱七八糟的，割了酵母了没，割了，怎么样和的，开心吗，和的很好，你要吃啥，包子呀，包子开心了，把它再加加水，来上机器，面包机，一点水，太多太多，半杯再加，进机器了啊！看你做馅儿，我们再用和面机再和面。我们这里面放了葱、姜汁，还有猪脚肉，这边泡着花椒和姜水。下一步准备调馅儿，把花椒水倒进来。刚才往这里面放了点料酒，还有酱油，也放了一点。看一下我们和着面怎么样了？哎，不错。看我们的面团，刚刚呢它长得超级大，给大家看一下。一开始我们的面团放进去大概只有这么多，然后它就长到了这么大，我们把它拿了下来以后里面全是气，我们就把它排了一下气，现在是这样长得丑丑的，但是油和盐都在里面，搅一下，现在小姐姐就是要把它变成一个大长条，把它切成这样的小块，这个不就是，看这个是我刚刚擀出的人生第一张包子皮，有没有很棒，是不是很棒，你是不是应该擀成脸大那么大的皮啊，我的脸就这么大呀，放屁，这是我们两个包的，两个包子好看的当然是我的，让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远程指导，快快快，这个像裤衩，馅儿全用完了，还剩下3块面，准备包一个红糖包，给大家看一下，噔噔噔噔，我们的包子通通都是我包的啊，那就是通通都是我包的呀，通通都是我包的，给大家看一下，有一个是小哥哥包的，好像是这个，这个巨丑无比的，现在已经是22:49，但是我们的灶台依然散发着神圣的光，哇塞，他们都挤在了一块，他们都变得很大，我们现在又要来修补一下我们的车漆，这是我们的车顶其实，但由于它是新车，所以我们刮掉了一点车漆还是比较心痛，想要补一补，我们买了这种补漆的笔，为什么刮掉，为什么刮掉呢，是因为它，我们当时把它从 Home Depot 运回家的时候，木头就把这个漆给刮掉了，但愿它是完全可以匹配的颜色，大家看这个笔头现在是白色的，试一下，哎呀，哦，是这样，哎，看，它在慢慢慢慢的往笔尖扩散，哎，涂出来了，哎，怎么感觉跟我们的车的颜色不太一样？我这是我担心的地方。24 hours later， OK， 大家看一下，稍微有一点痕迹，但远看颜色还是非常相似的。下一步呢，就是喷一点清漆在上面，可以增加光泽度，而且可以保护下面的底漆。喷完以后的效果就基本上跟原漆差不多了。3 days later， 现在在打磨。
OK。下一步就是抛光，给打一种像牙膏一样的东西，然后就可以用这个抛光机来抛。我们现在把那个刚刚抛光的那个牙膏擦掉了，现在呢基本上看不大出来了，只要接下来用这个羊毛状的东西再刷一遍应该就好了，完全看不出之前的划痕了，效果超级棒。这边迎着光还能看到一点点，就是颜色已经看不出来，但是有一点点划痕的那个坑在。现在是最后一步，小哥哥要打一下蜡，哥哥要去注意看一下 PSNG 在哪里，还记不记得之前的那个划痕啊？换一个角度。今天是一个周一，现在是晚上9:30，我们过来充电，但是没有一辆车。看，我们是唯一一辆在这充电的。平常的话，不是全满也是半满吧。风尘仆仆的小姐姐，门口又需要消毒。Hello， 我们买了一个这个，为什么呢？因为小哥哥想染发。托尼老师全系列培养，下一步我们就要买烫发机了。祝你生日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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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愿。OK， 为什么要五个蜡烛？解释一下，因为是265次方。哇！今天晚饭吃牛排，看小哥哥现在在忙碌。可以了，关小火了。放了黄油，带皮的大蒜。出锅。剩下的油再搞一下这个蔬菜。小哥哥是不是看起来超级傻，表情还挺一本正经的，来看一下他的表情。买了一个淋浴喷头，为了在家的生活过得爽一点。向左拨吗？向右拨。Hello， 大家，今天小姐姐美发屋又要开张了。今天小哥哥要进行他人生中第一次染头发。我们用的染发剂呢，是我们在超市买的这个。这是小哥哥自己挑的颜色，他本身的头发呢是比较黑硬一点的那种头发，头发颜色比较深的话大概染出来是这样。我觉得跟这个黑发好像没有太大区别，我的头发本身是比较黄的，比如我猜他染出来可能跟我差不多。 OK， 我介绍一下这个包装里面有什么东西。衣服手套、起泡网，就是二号机。由于小哥哥他的头发比较短，就每个倒出来一半，省得倒出来太多，那还得我自己上，对不对？好啊，我就用这么点，我觉得是就整个一个头，嗯，就这种颜色，像屎一般的颜色。把这个染发剂起泡，我觉得可以开始了。这个味道太可怕了。先发染发，跟那个人不是说了，你这头发就那么一点，就一起染了得了。好，来看一下。看这个超级尖，不知道那个有没有出画面。镜子里是这个样子，头顶像一个巨大的大饼。我来，我来，我来。OK。OK， 好。Yo。2 hours later。到点了，准备洗头。现在小哥哥已经去洗过他的头了，拭目以待他的新发色，好像是有一点点，但是不是很明显。非常一个炸毛鬼，很好看呀、啊，这个发型。他说很好看，难以置信，变成了妙丸种子。来看啊，动动动啊，来看镜头啊。发色浅了，很明显浅了。啊，是浅。先这样吧，待会儿还要剪呢。好吧。OK，
算是成功，再给镜头一个等了他一周了，终于要来了，快！这个吗？不是纯享版，不是纯享版，就点这个，对，点这个大的，然后进去以后第八期上，就是这个吧？对，他开心，开心。耶、yeah ！今天我到医院来打针，看全副武装，但是呢我这个口罩是在门口的时候他们给我的，我本来戴的是这种，但是大概是有呼吸阀，他们不让我戴，他们就给了我一个这样子，现在我觉得自己像在裸奔，觉得戴这种口罩特别没有安全感，然后没有人，外面又是一个好天气，进门这边有人在测体温，我现在出来了，说一下现在这段时间是什么情况，进门的时候要先测一下体温，他们还会检查一下大家都有没有戴口罩，如果没有戴口罩的话就要把口罩戴上，他们会给一个口罩这样子，人依旧不太多，反正就是差不多这个样子。买了一些糯米和粽叶还有棉线，明天是端午节，我们准备自己搞一点节日气氛。明天我们要包粽子，这是我们的粽叶，这是我们的肉，现在我们要做的呢是腌一整夜，让它明天就非常的入味。粽叶呢已经在水里面泡了，这是我们自己种的葱，先剪一点进去，然后姜来一点，我腌一下，来一点老抽、生抽、半勺蚝油，然后呢再来一点点糖，适量的盐，再拌匀它。Hello， 大家好，今天呢是端午节，我们要来包粽子，这是粽叶，昨天晚上我们泡的糯米，昨天晚上腌了的肉，一个空盘用来放包好的粽子，咸蛋黄，粽子的馅，还泡了一些红豆，包一些豆粽，这是我人生大概第二次包粽子，小哥哥人生中多少次了？20次啊？我怎么有点不相信？我觉得他可能瞎说，但是你20年前就开始包了吗？对呀，我现在才20岁，每年都包，那就20。你0岁就开始包，襁褓中就开始包了是吗？对呀。好的好的。OK， 开始吧。那你教我。手能拿2个粽叶。啊哈。把它叠在一起。然后呢？在它的大概1/3处。折一下。这个要剪吗？就是你想剪就剪，不想剪就不剪。剪了以后就是折的舒服。哦。你一折回来，你看你这个盖儿，看到没有？你就这样折了，对不对？嗯。这样折，怎么还是粤语？你这样，你这样子，这样折，你别跟我抢了、哦，这边盖回来以后，嗯、对吧？嗯。然后呢，这只手顺势把它捏成三角形，嗯，那这边就可以包成一个三角形。哦哦哦。这边三角形，然后你这样一折。哦哦哦哦。里面有东西的时候比较好搞。哦。这基本上鸡肉鸡，我根本就不用想，每次拿起来就会。放点米，放一块肉，放一个蛋黄，再放点米。哎呀，不对，那个米是不是应该要调味一下？哦，对啊。那我这怎么办？拿出来呗。要包个白的算了。幸运白粽，看看好不好吃。浪费一块肉呢，我们你也没几块。好吧。OK， 翻车。现学现卖。生抽2勺，老抽2勺，适量盐，又是适量盐，糖半勺。不给摄像大哥机会。生抽，摄像大哥要自己调调度量。适量盐，适量的意思呢，就是随便撒。糖半勺。好了，太甜了。拌一拌。经历了刚才的翻车呢，我们现在把这个米泡上了。这些红豆是用来包一些豆粽，我们目测包4个吧，是吧？我刚刚尝试了一下，就是你这样子叠的时候，这个胶是这样的，胶是其实是不会漏的。这样。嗯哼，你这样。这样叠一下，就是你这么叠，就这边折一下，这样。嗯哼。
噔噔噔，简直是包的太棒了，我都不相信小哥哥包粽子20年了，我包粽子2年怎么就包的比他好这么多。来吧， Let's do it。 那我开始了啊。好，我们还剩一些粽叶，一些咸蛋黄，一些米，但是没有肉了，所以我们决定用午餐肉。黑暗料理煮粽子到了尾声，哎，那个掉下去了，说明粽子煮完了。哎呦，天哪，居然是这样的！我觉得酱油全煮出来了，好可怕呀！这个一看就是小哥哥包的。他在那边开会，我来尝一个。颜色看起来一般般，感觉会很淡。怎么说呢？就是稍微有一点翻车，其实不是很翻，它是就是我们做的有点淡了。来 Tesla 的工厂这里充电，我为什么要拍视频？是因为我看到了 Model Y， 我过去看一下，没有见过这些，好像就是灯，因为它的头跟 Model X 不一样。看，就是这样的，挺帅。然后这样子 ，Hello， 大家，我们今天又有新的装修项目要做。看，这是我们买的地板，但是呢，我们要把它铺到墙上。这是我们的电视墙，要把这些东西全部都摘掉，把那个地板铺在这一面墙上，让它变得好看一丢丢，给我们的这个白色的客厅增加一点点颜色。小哥哥正在把线什么的拆了。现在他先把这个踢脚线给撬下来，用对了工具了。他刚刚用的是这个。哎，看小哥哥还挺能干的吧？是一个包工头的样子。哎，我来告诉你，你要干就是这样。那你把这边的搞坏了。啊？啊？真的吗？经过我们的激烈讨论呢，我们决定这么做，先从下面开始往上面走。我们量了一下，大概我们的墙的宽度是两块地板再加上一小点，所以我们就决定先从那边开始铺两块整的。这一块呢，我们决定切一下，切一下之后剩下的这一边再放到那个头上。我们去朋友家借了一些工具，这个是 Metal Saw， 然后它是用来切一个角度是比较好用的，然后还借了这个射钉枪，像钉书机一样钉出来一个钉子，然后就可以把那个木条啊地板啊钉在墙上这样子。还有一些这种夹子，这样子我们锯东西的时候就可以把木板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长条形的东西固定在一起，那我们推那个锯子的时候就会比较好推，锯出来的东西也比较直。它这个板子这边有舌头，这边有个小凹槽，由于最下边贴地板，所以我们要把这边这儿给它锯掉，锯起来就是这个样子。下一步呢，就是把这个装在下面。小哥哥正在鬼画符，保佑我们早日升官发财。你这画的对不对呀、啊？万一不是反作用怎么办？不可能，我是祖传板仙。铺了最下面这一条，然后明天我们会继续往上，一直铺到顶。OK， 希望明天顺利吧。Hello， 大家，现在已经是第二天了，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工程进度。第二层的这一块有一个难点，就是要把这两个插座的地方给抠出来。现在我们在搞这个第三行的这一块，这一块的难点是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看到这边也是狗啃的，到时候都会把它藏起来。Flashback。OK， 小哥哥现在来锯，架势很足。然后就要用我们的利器了。锯完完美，牙齿是不是很好？没有蛀牙。OK，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成果和羞涩的小哥哥。现在呢，小哥哥把这个插座已经装回去了，非常非常的完美，所有
丑丑的地方都已经被挡住了，看铺了三层了，我们这边以这三层为规律重复，所以呢这样呢切掉的长度可能就一样了，所以我们准备下去批量切，切出来四组，一口气切四个一样长的。剃刀下去，四个都切好了，看一下，再看一下我。先在这里面涂上些面粉，清理一下，保证这个面粉只在这个里面的这个位置。现在呢，我们拿一块往里的地方，把它呢放到这个上啊。拍一拍它这面粉就会粘到这一边，再量一下这边差了多少，差了五颗钉子，揭晓一下它打开是什么样子。这一次的效果呢是这样，就是不是很明显，但是能看到我们在刚才那个眼上钻了两个洞，看它的前面是长这个样子，预留好孔啊。接下来我就把电视架子装上去，工程已经完成过半，看一下这个效果是不是还不错呢。业主给装修工们的盒饭，叶子就是我，装修工人也是我。牛肉面、卤鸡、牛肉面、生菜，创造营小姐姐。由于我们的电视不能用了，我们只能用小显示器。电视机在那边。我们的工程已经到了尾声，但是很可惜的是，今天我们要止步于此，因为我们已经没有地板了。我们明天要再去买一盒。今天美国又确诊了40,000多例病例，看到没有？全副武装。好可怕呀！那边有辆车，它自燃了，它正在冒烟，看。消防员叔叔在那边，消防车把他围了，他马上喷了点水。现在是最上面一片，要把它从中间劈开。锯好喽！现在呢，我们只要把这些装上去就可以了。看，一个历史性的时刻，现在还差一块就要完工了。小哥哥现在在打钉子，但是他没有个防护措施，所以他要用一个桶。小哥哥正在精准操作。我们买了这种 L 型的封边的东西，这边装了这个地板以后，首先它跟我们原来的墙有一定的缝隙，其次呢它这个边缘不是完全对得齐的，所以就不太好看，所以我们要用这种东西把它封一下。小哥哥现在正在装那个边。 OK， 看一下有没有很完美呢。踢脚线还没有装，完工了。对啊，看你怕不分死。OK， 电视墙完工了，现在在看电视，差不多是这样的效果。我们还在这里挂了一些照片，这是我的照片，我们跟爸妈出去玩的照片，我们的结婚照，小哥哥的照片，我们去跑马拉松的照片。